对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啊？你觉得像什么？就是电灯泡洗干净，牛奶什么之类的。不会吧？珍珠奶茶？是啊。OK。夸张了啦。来，这里哦。反正的意味是这个是那个灯泡啊。那是洗干净的放进去吗？不是，这是瓶子而已。那它的头怎么那么真？这只是做造型。一样的，可以也可以放，也可以这样。哎，这里有电吗？没电。OK 了，安全了。Surprise！ 夸张了。老板，你以前是不是没有柜子放那个杯子？直接每个桌子都在天花板呢。灯泡里也能喝到珍珠奶茶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咱们台湾人的创意啊。不过老板不是只靠奇怪造型的瓶子取胜啦，里面的内容物也是真材实料的哦。珍珠是掺入了黑糖制作出来的大颗粉圆，每颗都要煮到剔透饱满、浑圆扎实才能装瓶，而且坚持采用纯正的鲜奶与黑糖水混搭，就为了创造出新鲜的好味道。目前灯泡版只能电话预订，却已经排队排到五月底了。想尝鲜却订不到的朋友也别伤心，就看我们这两位老外朋友替大家喝喝看，鉴赏一下到底味道如何，快开瓶吧！嗯，哇，真的可以喝哎！当然了。那你要等我一下吗？我等我一下。妈的！嗨，妈妈！喂，这个妹，喂，我来听我放，喂，都发生了 program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？Mais sabe o que é isso？ É bebida。Espera aí, vou mostrar pra ela ver, mãe. O que é isso？ 哇，哎，o que é isso, mãe？ É dentro, pode tomar, é coisa bebida de Taiwan. Is it good to drink? Yes. Is it good to drink? Yes. É 珍珠, sabe? O 珍珠 com leite, aquelas bolinhas pequenininhas dentro. É, vai. Pode tomar, mas como é? Vai tomar dentro da lâmpada, vai. Não tem. Meu Deus, que amor. E depois?台湾什么都有。No shock。不要讲了，他一定觉得说我在台湾没有。OK， 他也很惊讶。没有杯子。有了啦，是创造力。好特别哦。好喝，不甜，而且里面的珍珠很 Q， 很 Q， 非常非常的好。好香。怎么样？好香哦，不错哦，嗯，不错，好好喝。我觉得哦，你的家人哦，来到这里，一定会很喜欢，维娜说：“这款奶茶妈妈一定会很喜欢，光看造型就让人很期待了。一口喝下去更是大大的满足，没有一般加糖精奶茶的反酸味，也没有廉价粉圆咬起来的塑胶感。瓶子里有的是香浓奶味、清甜的蔗糖味，还有道地粉圆的扎实口感。果然，这也是一个推荐外国亲戚体验台湾风味的好礼物。”